9月22日报道，山东省青岛市万达东方影城、好莱坞巨星、奥斯卡影帝、影后、主席等全球顶级大咖齐聚青岛，亮相万达集团主办的青岛东方影都启动国际巨星红毯秀。黑超遮面的章子怡在帅哥群中左拥右抱，如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十分显眼。现场更与黄晓明、梁朝伟热聊，并张嘴爆笑，表情十分兴奋。